你们听啊，这是线上工的声音，可是我收干了，我收不起来。按键设定。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说，好了，我影片分段好了，准备上传，就一传上去，发现，懂我当时有多害怕吗？那个声音，咻，好了，可以卡键了。不是我没有想走漏洞。如果那样子真的可以一次上钩的话，我那箱子早就爆了，好吗？我那时候是发现说奇怪，没有听到经验值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那个，也没有看到鱼钓起来的那个东西啊。因为昨天我是用那个盔甲架嘛，啊，发现说真的不行，因为盔甲架不能用那个卡键的，就。去杀了附近的那个马，再去换那个换一次书，再去换一次那个红石，然后才会有音结合。那结果我又卡键，还是一样的状况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拿橡皮筋出来了。小鱼，嗨小鱼，你们慢慢斗阵，现在白天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哦。我跟你说。昨天我粉专晚上收到了那个我们之前撞到的那个观众，他就说我们难得六排耶，你不玩斗阵吗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好累哦，然后就回他新年快乐，我要去睡了。他就说难得他们有凑到六排，要玩齁，好啊，那。我想去大便啊，可是我觉得我这稿子应该是没有，要怎么讲？没有耐久，也没有那个，也不是钻石稿，就是我回来都是用拳头在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去钓鱼。什么地点？哦，自动钓鱼不行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感谢你。那我们等一下斗争一下吧。反正，唉，钓鱼就算了吧。新版的要的东西好复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去问杰克好了。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一回看到 GIF， 看到另外一个 GIF， 我跟你讲，你再来会看到另外一个 GIF， 可能那个 GIF 要等我去了地狱之后。如我说，一千年之后。时间全没有我。哎，小鱼，你五号那天有没有唱歌？还是就只是单纯来淡水吃马吉奶奶？我好想唱歌哦！而且你们那天唱歌的竟然有预感哎，吓死我了！那时候去好乐迪都点不到预感哎。然后我等一下去厕所，然后看自己的台有没有，会不会很优秀？然后在厕所用自己的聊天室跟你们对话。我先去厕所，肚子痛，好痛！好，我要去厕所了。等一下我先关个麦。